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您真的要置儿子于不忠之地吗？御医说过，殿下身体虚弱，运功之时不能有任何凉风吹入，若是有个万一……行啊，啰嗦什么？大家不都是在关心二殿下的身体吗？哎，不一定啊，有人特意绕远路过来，只怕是想故意找麻烦。以己夺人，才是小人。